财经台。欢迎收看亚洲奇王，我是曾英杰。台北股市现货以及八月期指今天又出现了一个上冲下洗盘，那中场现货跌了14点，八月期指部分呢跌了8点。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整个八月期指的走势图。今天呢早盘的时候，它一开盘之后随即往上冲到最高，叫8183，在9点12分，高点过后随即往下杀到最低8088，接着一路在低档地区做一个震荡整理。而在今天行情里面，曾老师想要问投资朋友一件事情，在今天这样一个走势图里面，投资朋友你有没有先去做多再去做空？我想绝大多数的投资朋友都摇摇头，甚至于在今天这样一个行情里面，很多投资朋友因为你所使用的操盘软体不够强，所以呢可能产生了追高杀低，接着被多空双杀，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投资者又开始在批评程式交易，说程式交易根本都骗人，都在追高杀低。投资朋友，如果你使用的操盘软体不够强的话，请你不要随便的去批判程式交易这四个字，因为那是曾老师的操盘圣经啊。那你可能会反呛曾老师，那老师啊，我怎么知道啊今天要先做多再做空？那难道你又知道今天要先做多再做空？这个问题问曾老师问得非常好，我也老实的告诉你，在今天一开盘的时候，我完全根本我不知道今天要先做多再做空。你可能会说，老师啊，你说你不知道，那你凭什么叫我们相信你，让你来带领我们操作期指？没错啊，我再讲一遍，我本人，我曾英杰本人，我根本不知道今天这个盘要先做多再做空，但是好家在曾老师有一套武器，它叫什么？仙人指路实战系统，2013由曾老师独创认证。还好我有这套武器来告诉我今天要先做多再做空。你可能会说，老师啊，你不要吹牛呢，要拿出证据呢。我知道你心里是这么想，所以在今天行情里面我会证明给你看，到底我们仙人指路有没有告诉我们要先做多再做空。这些证据啊，我会跟各位进行对价对时，看看我们的操作，想想你的操作，再想想你所使用的武器跟我们这一套仙人指路实战系统到底有什么差别。一样的盘势，你呢有可能产生了追高杀低多空双杀，我们是如何操作的？直接来看一下我们操作。首先来看一下我的操作方式，我想一段时间没讲了，久久拿出来讲一遍。每天开盘前，我们每天都有新的家族成员，我一定要告诉我们家族成员，每一次每一笔单你操作至少都2口以上，2口、5口、10口都没关系，但是最低门槛就是要2口以上进场，包含万一特位有加码的时候也一样。为什么？你仔细来看，因为我们部分呢要做短线当冲单，部分要做长线波段单。除此之外，各位都知道我呢都建议我们的家族成员用2个账户来操作。我想这段时间你有看我节目，我不断地在讲双账户2口单的操作方式。为什么要这样操作？因为这样操作下来的点数，你看了之后每一天你都觉得是天文数字。那今天再证明一次给各位看。好，2口单的操作毫无疑问，在今天早上啊，我说了有没有先做多再做空，这绝对不是嘴巴讲讲，要拿出实际的证据。你看哦，这8点58分的讯息，今天早上8点58分，当时我的仙人指路5分钟指标站在多方，我告诉家族成员期指在哪里，8141附近直接试价做多。那停损呢？抓几点？抓35点。好，仙人指路5分钟指标正在多方，这是我的仙人指路系统。期指在8141附近直接试价做多，停损呢设35点。你可能会说，老师啊，后面杀下来，你敢秀这一段call讯？如果这一段多单没有在高点地区跑掉的话，它确实一定会停损掉。但是我们先来对价对时，再来证明我们跑掉。这8141附近哦，试价做多，这8点58分哦。3分钟之后，你可以看到8138，代表什么意思？穿价成交，穿价成交之后，今天的高点是在什么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高点是在9点12分哦，目睭背后金哦，我们是不是在8点58分进场先做多？做多完之后，是不是马上冲上去？那你知道冲上去的时候，曾老师告诉家族成员什么事情呢？来看一下，看完你也不要吓一跳了，
为什么曾老师知道这个地方要出？我等一下会告诉你原因啦。9:05，我们8:58出手，9:05不到10分钟的时间，指数呢触底短压多少？8169附近。那8141的多单呢，可以调节部分，可以调节部分。那其余的部位停损价改设什么？成本价。如果没有下跌到成本价就续报，也就是说跌到成本价呢，全部呢出清。再看一遍，指数触底短压8169附近，8141的多单调节部分，其余部位停损价改设的嘛，成本价。那很显然的嘛，今天这个多单，我们早盘是不是在8:58？我们来看扣讯，扣讯在这边嘛，这一进场之后马上狂涨上去啊，马上喷出啊，几分钟时间，7分钟啊。啊，这压力点怎么来的？我等一下要告诉各位，涨了28点，在10分钟内我们攻下28点。那另外一口单成本价出涨，因为我们两口单策略嘛，对不对？后来行情是不是跌下来？我们是不是在成本价请家族策略，点到成本价就出场？我们来对价对时，9:12，这个9:05就叫家族成员可以在这附近去做调节。你经过了7分钟之后，你都可以看到今天最高价，它叫8183。那你来看一下哦，这个8183是在什么时候？在9:12嘛。随即是往上往下灌杀一段，最低是不是杀了将近100点？你可能说老师啊，你太恐怖吧？你哪知道这多大呢？啊，你8169了，还紧蠢？你可能问我这个问题吗？我告诉你啊，其实我根本不知道8169是高档，我也老实告诉你啊，老师，你既然不知道，你怎么会发这样的讯息，告诉家族成员在高档地区多单要先调节？什么原因？我再强调一遍哦，我曾英杰只是一个普通的分析师，我绝对不是神明，也不是神明转世，我只是拥有仙人指路。既然是这样，我也不是神明，我怎么知道高档地区多单要跑？请看仙人指路系统，这目睭背后金。这在今天开盘没多久，我所抓下来的图，今天的当中天线在哪里？是不是在8169？是不是在8169到8198之间？所以我是不是看到8169的时候，我赶快发call讯告诉家族成员，这里就是短压区了，对不对？来，一模一样的数据，你来看，这开盘没多久啊，我就发现到，哎，今天的压力就在8169附近嘛。所以这多单当然呢，我看到仙人指路系统这样告诉我，我当然知道部分调节嘛。那其余的部位呢？当然停损价就把它设成本价嘛，那果真这里是压力，打到成本价，我们在10分钟内攻下28点，另一口成本价出场，那原因就在这里啊，8169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说哦，如果你的程式不够强，如果你的软体不够强，不要随便批评呢程式交易这四个字，一样在使用程式交易在操作指数，为什么我们不会被扒，你却会被扒？差别在哪里？你的武器不够强嘛，所以不要随便去批评程式交易什么追高杀低，那是因为你的武器不够强啊。为什么我们不会被扒？为什么我们知道要跑？这一开盘抓下来的图啊。那当然我说过了，我们是不是都请家族成用两个账户来操作？你知道吗？在今天一开盘的时候，8:58，我们是不是请家族成员在这个地方8141呢？是不是试驾去做多？这8:58，同时在8:56的时候，时间很接近啊，我们请家族成员在另外一个账户告诉他们今天高点预判，参考天地线精算的压力位置在8169上下2点，请在这些点位附近进场做空，并且设好40点停损，8169做空至少2口。但是这要下到另外一个账户，也就是说在今天早上我们同步做了两件事情。你看哦，8:58是不是在8141附近直接试驾做多？当时是不是这价位在这里？但是8:56我们是请这个系家族成员用另外一个账户高点预判，在8169上下2点，在这个点位先预挂去做空，对嘛？没错嘛，很清楚嘛。也就是说一个账户，我们这个账户在8141去做多，行情果然喷上去之后来到69，我提醒家族成员先出一口，没错吧？那8169杀下来到成本，这个8141这个多单部位是不是不见了？是不是攻下28点？但是在另外一个账户做空的账户里面，我们是不是在8:56告诉家族成员什么事情？来，高点预判，参考天地线精算的压力位置在8169上下2点，请在这些点位附近进场去做空，并且设好40点停损，一样至少2口。那后来呢？2笔单都成交之后，我怎么告诉家族成员这空单要怎么处理？来，9:40，8169的空单啊，如果只做当冲的话，参考今天的支撑点回补，哦，参考今天的支撑点回补。那想拼波段的，
今天怎样有获利50点以上，我就会留仓。那支撑点没有来啊，支撑点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拉近一点，它叫8073啊，我全部都公开给投资朋友看啊，它叫8073啊。今天最低多少？8088，没来嘛，没来就是没来嘛，对不？啊，支撑点在8073嘛，我是不是建议他们在这个支撑地区、低档地区8070、8073这附近去做回补？那支撑点没有来啊，没有来怎么办？要不要继续带他们？当然要啊。到今天收盘前，你知道我发了最后通讯息，11:19，今天不再动作，8169的空单，收盘有获利超过50点的话，干什么事情？收盘价你就回补部分嘛，因为支撑没来嘛，对不对？收盘价回补部分，那部分要干什么？部分呢就留仓拼波段，但是前提是要获利超过50点以上。收盘有获利超过50点，收盘价呢你回补一部分，那部分干什么？留仓拼波段。那万一没有50点怎么办？就全部收盘价平仓嘛。这个讯息是多么的清楚啊，多么交代的多么清楚，带的多么清楚啊！啊，刚好今天收盘价多少？8100。那我们今天的成绩来看一下，整个拉远成绩如下：一个账户做多的账户8141，是不是做多两口？压力是不是8169？是不是叫你先调节部分？是不是28点？后来杀下来，是不是成本价出掉？是不是没赚没赔？好啦，那8169另外一个账户做空的账户，两口单，收盘价调节一口跌69点，另外一口单就给他续报拼波段。跌69点，全部加起来又是166点的天文数字啊！投资朋友啊，那你是我欢迎啊！今天刚好是礼拜五，明天礼拜六，后天礼拜天，拜托这两天放假的时候，你去看一看市场上有谁知道用双账户的方法带着你操作。拜托你去吹这一笔稿子，也就是因为我们用两口单。我每一笔部位都很清楚，都两口单，两口单嘛，又用双账户嘛，所以你每天看到的数字都真的是很魔幻，但这绝对是真实的啊。你一边做8141的多单，按照我的纪律，按照我的规划，一边做8169的空单，两边互不相冲，得到的答案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写在这里。当然，我们讲这些分析专业操作绝非保证确可获利，因为金融市场风险报酬共存，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绩效。而且我说了，我遵循主管机关的规定，曾老师特此声明，亚洲棋王的节目内容完全分析指数涨跌点数，并非论述绩效点数。那你可以看到，几乎每一天啊，最近的行情哪有多大，都在8100上下这样震荡嘛，哪有多大？但是借由正确的一个方法，以及一个特别的方法，双账户两口单，两个胜利的标志，双账户两口单，你可以看到几乎每天都是这样一个数字，哦，而且这都有凭有据，都跟你进行对价对时，这可以假得了吗？那你说准一天有什么好讲的？这昨天7月25号，你看看8:48，低点你都位8054上下两点，涨熊给我这，是不是8054上下两点，对不对？在这地方是不是请人家做多？再来高点，是不是8153上下两点？高点哦，8153上下的最高多少？8158，能不能做空？而且还穿价成交哎。那如果每天有这样的一个工具来告诉你相对的高点跟低点的话，那你觉得操作很困难吗？那结果昨天空下来，你看两口单，两口单随便也140-150点。哦，跌的点数随便140-150点，再看前天7月24号，这最低8100啊，开盘8:48，低点预判，哇塞，8103上下两点做多嘛，这每天我都在验证啊，而且那个时间啊，都是我们全体家族成员所收到的时间啊，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操作啊，我不晓得你要在怀疑什么，因为我每一天我的call讯都会跟你进行一个对价对时的动作，对价对时的目的是要干什么？绝对不是空气单，哦，不是讲嘴巴讲讲就算了一个单子，是真实能够让你做得到也看得到的一个行情啊，这才有意义嘛。所以我来台面上啊，我不是来表演解盘的，我是来拼实战的，这是熊爷啦，这是熊爷道呀，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有霸气嘛，哦，我才有这样一个操作的一个霸气嘛。我相信各位在节目上看到我的样子都是充满了霸气，那为什么我会这么霸气凌人？是我厉害吗？是因为我的武器厉害，因为他
让我每天充满自信啊。侧标上你也看到，我绝对不是神明，我只是拥有仙人指路系统。侧标另外一边你看到，棋子今天多少？8141做多，8169做空。今天的周末是不是对我们全体加入成员又是快快乐乐的一个周末啊？所以投资朋友，到现在你还找不到方法的，我拜托你一件事，你拿出想成功的霸气，拜托你选对人，不仅选对人，还要选对工具。该怎么做呢？留意中场休息资讯，我们休息一下。在民间习俗中，农历七月俗称为中元节，也就是中国人的鬼节。鬼节普渡，很多人不知道要怎么拜。在传统观念里，鬼月比较注重拜七月初一、十五、三十，拜什么主要看民众的心意。在传统习俗来讲，七月普渡拜拜最重要的意涵就是敬祖先、祭鬼神、爱众生、种福田，拜旺旺，让你福田旺旺旺，代代传心意。旺旺集团与您一起用慈悲看世界。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曾老师操作每通讯息对价对时，看得到做得到，没有空气单，每天验证。您想享受看得到赚得到吗？只要一通电话，马上立即拥有，请拨02-2578-37772578-3777。亚洲投顾，您财富的管理专家。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爱之味快乐健康奶，改善肠道健康，降低坏胆固醇，解除肠道危机，远离疾病。爱之味快乐健康奶，桃田永思思，美国进口原料，最新 PEACE 认证通过。会退休，会止疼，思思解痛加强定。曾老师说，期货是现货先行指标，掌握多空方向才能战胜市场。我们拥有一套快、狠、准操盘系统，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快，多空立判，机不可失；狠，顺势加码，推升获益；准，停利停损，确保不失。想要战胜期货，选最好的曾老师，请速拨打02-2578-377702-2578-3777。桃田永思思，美国进口原料，最新 PEACE 认证通过。会退休，会止疼，思思解痛加强定。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曾老师操作每通讯息对价对时，看得到做得到，没有空气单，每天验证。您想享受看得到赚得到吗？只要一通电话，马上立即拥有，请拨02-2578-37772578-3777。亚洲投顾，您财富的管理专家。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乌溜溜，嘟嘟嘟啦啦啦，嘟嘟啦啦啦啦，嘟嘟嘟。五六六洗发乳，添加女王蜂乳，让秀发像女王般乌亮柔顺。五六六洗发乳，乌溜溜。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欢迎回到节目现场。那么在今天的行情里面，我再强调一遍，在今天这样个上冲下洗的行情里面，你因为没有方法又怎么样，海狗望月观望一整天的，海狗观月，哦，观望一整天的，以及呢，因为你的武器不够强，追高杀低被多空双八的，看看我们的操作，绝对不是程式交易的问题，是你武器的问题，是你的操盘软体的问题。为什么一样的行情，在今天我们得到这样的成绩？原因就是它，我用的武器正确，你用的武器不够强，所以产生了这样一个落差。那这些呢？怎么来怎么去的部位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两口单双账户，一边专门做多的账户，一边专门做空的账户，在同一时间我会告诉你在什么点位做切入，得到的结果我们来对价对时。上半段节目都对过了，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样。那为什么知道今天高档地区要去做空？为什么知道多单要在这个地方跑掉？难道是我能看见未来？绝对不是，而是我这一套系统，它在一开盘没多久它就告诉我这些资讯，所以我才知道嘛，这个地方它就是高档地区嘛。
多单就要出掉了嘛，出掉之后另外一口单把这个呢停损改设成本嘛，这个地方同时可以做空下来嘛，那得到结果当然是这样嘛。那你当然觉得这是天文数字嘛，因为你没有用我们这样的一个方法嘛，所以每天呢你可能就那么一点点啊，做对的时候可能就真的只有那么一点点，那做错的时候可能又赔很多哦。那现在目前我们的波段指标呢，在今天呢它翻空了，本来昨天8101做多，今天翻空哦，不动如山哦，这边所以呢我们也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跟着留空单，但是我们空的成本呢比我们的波段指标还高，它叫8169，我已经在节目上公开告诉你爆，我们有 一口已经已实现69点，所以另外一口单可以跟它拼波段，不用怕涨跌166点。那么我说啊，如果有一套系统的话，这个系统如果它是真的是很客观的一个依据的话，那么操作棋子起来其实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啊，仙人指路啊，享受财富，真的是如此吗？还是说随便写写的？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礼拜哦，今天是礼拜五吧，我们从礼拜一路回顾过来，从昨天开始讲起，这昨天哦，透过双账户两口单的策略，昨天在节目上你是不是可以看到这样的结果？这昨天才讲而已哦，260点。再来7月24号，这是这个礼拜最少的一天，但是也是这个数字，好、哦，也是这样一个数字，共计涨54点。昨天跌260点，今天呢涨跌166点。你加一下哦，今天涨跌166点哦，有计算机的哈、哦，这涨260点，涨跌点数260点。过来7月24号涨几点？54点。再往前推7月23号，哦，这种盘不得了了。再涨跌217点，这7月23号，哦，7月23号，再看一下这个礼拜一，哦，这个礼拜一我们得到结果嘞，当然有包含之前的7月18号的部位252点。你说这个礼拜有千点行情吗？赶紧趴醒，你我歪醒。这个礼拜就了不起，在那边震荡嘛，8100上下在那边震荡嘛。但是它震荡过程当中它有价差嘛。那问题是这样的一个价差，你有没有方法？把它变成呢可爱的新台币放入你的口袋，你有没有找到方法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吗？好，不仅有一套好工具，而且还有对的方法。好工具我说了嘛，仙人指路实战系统，我每天在讲嘛，哦，每天他会告诉我方向，每天他会告诉我哪边是高档哪边是低档，2013独创认证，再加上如果有这套系统再配合我的一个操作模式，一次准备2个账户，那每一次我叫你进场的这个部位呢就是两口单进场，哦，按照这样来操作。那这个双账户要怎么做呢？我说了，如果我没有叫你冲销掉的时候，你这边是做多的部位，就是在这边我会给你设好停损价，你不用怕，你不用怕说哎，做多那万一重挫怎么办。我们每一次进场都会先告诉你，事先一进场马上就告诉你停损价在哪里。那当然做多的时候涨上去的时候怎么办，会适时的先出一半，另外一半把这个停损价把它设定为成本价，那这样是不是至少呢会有一口单它是先获利出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另外一个地方做空，当然我不会在同一个价位一边做多一边做空，没有那么低级啦，我再给了一条歪处哦。当然是做多这边的点位，如果冲到压力的时候，这个地方压力区它的这个价位呢，空单的价位呢，它会成交之后，我们再进行呢，一样会给你一个停损价，好、哦，所以每一个部位我都会带得非常清楚，我都会带得非常清楚。再加上我们每一个新进来的家族成员啊，都会清带2天，哦，我在电视上说到做到。每一个新成员啊，从以前我就讲过了嘛，每一个新成员不懂得双账户两口单的，每一个新成员我们都会清带呢至少2个交易日，我、哦、让你了解到为什么要双账户，因为如果你不这样操作的话，这些天文数字跟你怎么关系都没嘛，跟你哪有关系？那每天也知道怀果望月在那边看行情啊，看完之后呢啊，今天呢又浪费了一天。那同样的嘛，我们讲这个礼拜这样一个操作分析，专业操作并非保证确可获利嘛，因为金融市场本来就风险报酬共存，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绩效。想看在整个七月里面了、啊，我拜托你一件事情，去做个总比较。今天礼拜五，明天礼拜六，后天礼拜天，拜托你去看一下其他人。我真的不怕比较，我还真的不怕比较。你去比过之后，
台面上到底有几个人啊，在这个礼拜操作的让你可以竖起大拇指的，拜托你去比较，然后拜托，那比较完之后，在最近做的不好的，我希望你拿出咧你也想要成功的霸气，不但要选对人，你还要选对工具啊。我也知道坊间很多操盘软体啊，坊间太多操盘软体了、啊，那一定要选对工具啊，那选对跟选错啊，真的是天堂啊跟地狱之别啊。特别是在今天啊，你因为使用的武器不够强而产生追高杀低多空双八的，你就要想想看你那一套武器敢可靠，可靠吗？然后再去比较什么所有人有在带棋子的所有的分析师跟曾老师做个比较，拜托去比较，找出一位你认为最优秀的哦，不见得是我，你认为是最优秀的人，拜托你去比较出来，拿出想成功的霸气，希望你能够真正的选对人，因为未来长长久久的日子，我相信你还是希望渴望在市场上成为赢家。那该怎么做呢？想清楚你的下一步动作，我们下周一见，谢谢各位。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In your ecosystem， 免插电不浪费水，除氯抑菌，凯撒 Is Water 抑净输饮机，凯撒卫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曾老师操作每通讯息对价对时，看得到做得到，没有空气单，每天验证。您想享受看得到赚得到吗？只要一通电话，马上立即拥有，请拨02-2578-3777-2578-3777。亚洲投顾您财富的管理专家，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今日瓦斯的水汽影响花坛中途送电频繁，我改用红帽数位电能热水器，定时定温，不会忽冷忽热，不怕一氧化碳中毒，安全就不必安检，让我出门在外最安心。红帽让您最安心。曾老师说，期货是现货先行指标，掌握多空方向才能战胜市场。我们拥有一套快、狠、准操盘系统，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快，多空立判，机不可失；狠，顺势加码，推升获益；准，停利停损，确保不失。想要战胜期货，选最好的曾老师，请速拨打02-2578-3777，02-2578-3777。和566约会吧，年轻漂亮。566染发霜不止没有化学成分 PPD， 更添加天然植物精华。我头张我金，美搭搭，美笑笑，主人个笑脸，不止漂亮，更加开心。约会吧，开心漂亮，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曾老师操作每通讯息。